到鱼们的智慧。大海里住着小鱼们，可是一些可怕的坏鱼游过来了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坏鱼们吃掉了很多小鱼。哇，真好吃啊，真好吃。其中一只小鱼逃跑了，藏到了更深的海里。这里有宽敞的珊瑚色宫殿，很多鱼幸福地生活着。怎么会这么漂亮呢？这里真像天堂。那里也有很多小鱼，跟我们一起玩吧。好啊，可是坏鱼们可能会闯进来。什么？那也不能只因为我们小就欺负我们呀。对了，我们合作吧。对呀，假装是大海里最大的鱼。小鱼们聚集过来了，然后他们做出了在世界上最大的鱼的模样。我们绝对不能散开，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位子。我要成为眼睛，我要成为尾巴。过几天后，坏鱼们张大嘴巴冲进来了。可是看到小鱼们装成的大鱼，哎呀，救救坏鱼们呀！坏鱼们都逃跑了。终于，大海里的珊瑚色宫殿恢复了和平。谢谢收听。